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巡航控制减小距离信号是什么意思？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 DTC， 通常适用于配备巡航控制系统的 OBD2 车辆。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标致、福特、日产、雪佛兰、现代、大众、奥迪、雪铁龙等的车辆。尽管是通用的，但确切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年份、品牌、型号和动力总成配置而异。在车辆选装件定速巡航控制系统中有许多功能，操作员不仅可以设置特定的车速，还可以使用众多的传感器、开关、模块以及许多其他组件来自动维护车速，还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修改车速及设置和恢复加临时修改速度，同时存储先前的速度，例如过往车辆、意外停车、减速等。鉴于 P056B 说明中提到的大多数功能以及相关代码 P0565、P0566、P0567、P0568、P0570 等都包含在一个开关组件中，因此定位机械装置应该相当轻松，涉及的输入及按钮、开关、对话等。就是说，这些组件的一些通用名称是多功能开关、方向盘控件、巡航控制开关、巡航控制模块、附件开关等。在此代码中发生的是 ECM 发动机控制模块检测到信号电路内有故障。简而言之，描述中提到的功能电路出现了问题。当 ECM 在许多巡航控制功能中的一个或多个中检测到信号故障时，它将用 P056B 和或相关代码点亮 Cell 检查发动机灯。最有可能的是，该功能的使用将被禁用和或行为异常。当 ECM 在自适应巡航控制 ACC 系统的 DECRESSE distance 信号内检测到故障时，将设置代码 P056B。注意， ACC 系统不仅设计复杂，而且需要专用工具和或诊断程序来充分纠正出现的任何故障。方向盘上的巡航控制按钮示例，此 DTC 的严重性是多少？严重程度被认为是中等较低。即使您失去了巡航控制系统的全部功能，您仍然可以安全的工作。至于无人看管的进一步损坏，这将是罕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您说您的车辆已经过时并且可以不乘巡航就可以生活，或者您无法负担得起修理车辆的费用，则可以忽略不计。话虽如此，很长时间忽视任何电器问题都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损害。该代码有哪些症状？故障代码 P056B 的症状可能包括巡航控制指示灯未亮起或恒定的巡航控制不起作用，无法将巡航控制设置为所需的速度或速度不稳定，巡航控制系统内的某些功能不起作用，即 Resume、Set 加 Coast、Excel 命令不能始终如一地运行。这些代码的一些常见原因是什么？造成此 P056B 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巡航控制开关或开关内的按钮损坏和或损坏的连接器未实现正确有效的电气连接，巡航控制线束内的电线被擦伤和或损坏导致短路，巡航控制开关组件被流体例如咖啡、苏打水、果汁等污染， ECM 问题，巡航控制模块 BCM 车身控制模块故障，零件过热导致故障。某些 P056B 故障排除步骤是什么？基本步骤一，我在这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目视检查定速控制开关模块。有时缺少按钮，可乐将按钮卡在一个位置，按钮松动并且没有进行正确的电气连接。话虽如此，请确保控制巡航功能的按钮可以自由移动，并且不会被可能损坏的颗粒和或污垢污染。您还将希望记录所有巡航功能的故障或异常。基本步骤二，手动启动巡航时，组合仪表中的巡航控制灯是否点亮？如果没有，您可能要验证电路是否有保险丝。此信息应在品牌和型号的维修手册中找到。用制造商认可的新保险丝更换任何保险丝。基本步骤 number 三，通常要进入巡航控制开关模块的线束，通常需要卸下一些破折号部件，例如转向柱、护罩、方向盘中的安全气囊模块等。为了查明故障所涉及的特定电线，您肯定需要为您的车辆配备合适的线束。由于多种原因，这些差异很大。在执行任何具有侵入性的操作之前，请务必获取适当的服务信息。基本步骤 number 四，最好确保您的 EPS 防抱死制动系统工作正常，并且仪表板上没有 EPS 指示灯亮起。EPS 使用许多传感器，包括速度传感器，如果发生故障，它们可能使计算机误以为车辆行驶的速度比实际速度快或慢。